我是瑞瑞伯，今天是2007年2月4号高雄站10:48，首次拍摄是172次，仅有3线北回线看好花莲的 PP 自强号，以及3137次仅有屏东线看好屏东的微笑轻车，感谢各位看日线片和耐心的支持瑞瑞伯，以及我的172 PP 自强号，沿途停靠新左营、台南，然后。反正174仅有3线北回线看好花莲的 PP 自强号，实际的高雄站。沿途停靠新左营、台南、善化、新营、嘉义、斗六。然后园林、台中，彰化、台中丰原，然后苗栗、竹南、新竹、桃园、板桥、中壢、台北、桃园、板桥，然后台北、松山、七堵、八堵、瑞芳、双溪、芙蓉、头城、礁溪、宜兰、罗东、新苏澳、新城。新城花莲，还有一个多一个数号新城，然后花莲一下，等下又拿一个南澳站，反正172次自强号驶进高雄站。哦，3137要来了，是吧？猪头。PP 1024，前面有一节是有无阶 PP 之长啊，感谢各位。又有一节。哇，我直接停在我这边呢。AG 微笑七人车。以及3137进入平安线靠潮州的微笑七人车。直进高雄站。下车，因为854啊，看成804，因为854加因为853，微笑全车。3137啊，谢谢各位。以及我的172次，今有3线看我花莲的 PP 自强号，然后有2节是有5阶 PP 自强号。G 3137经由屏东线靠屏东的微笑全车，因为837，因为854加因为853微笑全车。
以及1724金融三年北回线和花莲的 PP 自强号，有无接跟未无接 PP 自强号。有听到吗？跟另一天无接话 PP 自强号驶离高雄站。以及我的3137为小轩车驶离高雄站。OK， 准备驶离。以及1674金牛三线号潮州的红斑马自强号，还没来，先讲吧。